我们是要去吃还是去？没有啦，在饭店吃就好了。我们医生要来帮，刚才帮你打针。Right， 我跟今天的场馆非常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是同个色系的。时间跟地点都出来了，谢谢大家，好像非常的关注，然后很期待我的内地演唱会。但是我想说的是 ，I'm sorry， 我们还没有排时间，所以不要乱看啊，网上的消息不一定准确。等一下官宣，好不好？唯一确定的，只有官宣的时候才是最后确定，但。目前要什么时候开唱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。今天多伦多首场，北美的最后一站，两场，应该要来点特别的。要玩什么？下雪啊！跟雪有关的歌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雪有关的声音啊，雪有歌的声音啊，哎，是不是？那也不是我的歌，需要一首林俊杰跟雪有关的声音啊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，跟雪有关的声音。是不是？
棒是医生特别帮他选的。看到我的 Baby Yoda， Baby Yoda 打针呢，因为没力啊，希望可以明天有体力再唱一场，还是累了，其实是感冒的，尽量，然后明天希望可以是有一个好的最后一场北美演唱会，很好，第一次在多伦多开唱，有好的印象，大家都很用心听歌，很棒，明天再来一场，你就睡觉，睡觉。北美压轴唱，耶！回家，狗红，耶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！超特，太特了吧！超特，可以。Amy， 就是对嗓音。跟胃非常好，应该是秘诀、啊。那我们吃也会唱的跟你一样好，不会接近一点。屁嘞！It's been more than a month. We've been traveling, journeying, touring North America. And tonight is our final night. Words cannot describe how excited I feel right now.说意义重大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在北美做巡回，好几个城市连着这样子做，然后在一个月里面完成九场秀，从第一站的拉斯维加斯两场，再来到康州的 Mohegan Sun， 然后再回到西边的圣何西、西雅图，然后再回到东边的纽约，然后再跑到多伦多，六个不同的城市，非常的充实。我相信在
每一站的现场应该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听我演唱会的朋友，听我的歌长大的朋友也不少。然后我应该因为第一次来北美办巡回，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可以来感受一下 JG Twin 的现场气氛。所以我对我来说，我相信对歌迷朋友来说也是一个还蛮感动的一个行程。我也有发现有很多的歌迷朋友，他们是一站一站的跟着我跑，很感动。以前比较不会想到说可以在西方的城市可以有这样子的体验，我觉得会上瘾。我觉得我们会回来，然后我也希望下一次来，或许我们的音乐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接触到，或许是这段时间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联名合作，新鲜的一些跨界的合作，不一定是中文的歌，可以是不同语言的歌曲，那也 让这个音乐可以 reach 到更多不同的群众当中。继续加油 JG Twin 世界巡回演唱会 Go Go Go。I wish you didn't look like you. 看我的演唱会，还要来这边带大家一起娱乐，娱乐人生就是这样。